小品会不会生气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是因为小品太想杀我了，他太想杀我，他可能觉得我很菜，想说干，没有哇，这个你断线了。他说这个女的是智障吧，居然在我面前玩拉克斯。跟你说为什么会选拉克斯，其实是因为彤彤想要背你的拉克斯，不小心按到选角。我想说背你的拉克斯，他应该轻松一点点的加对。结果他就说啊，完蛋了，选到脚，我就说好吧，没关系，拉克斯我也可以玩。我知道了，还是小品暗恋紫喵喵。哎，怎么可能？他们刚刚一直疯狂来 gank 我，哎，他感觉就很想操我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对啊，所以那个统神帮我邀他一下，我没有他好友。就是贝玉梅，你自己要好好练习啊！二六等是怎样啦？哎、欸，我本来24等哎、欸，我这几天练到26等嘞、欸，我努力哎、欸。统神是爆完了，他会不会很气我？然后他就不想玩了。他刚刚有很气愤吗？他有很气愤吗？还好，其实还好，我们这队还好。真的吗？就开始吗？不用再换哈。那就九个白痴互打、啊。要背谁啊？我妈第一要是这边误考，等一下，那是 KYT 啊，那不干我的事，那 KYT 啊。龙哥又玩好帅，我就只有玩几只，你不要说。啊，石头人也把他编掉了。听说他石头人蛮有料的，把他编掉。我跟你说，他石头人跟悟空都蛮猛的。编喵编喵，把猫编喵都不要我杀，不要我吃。哎，就当我都没有说话，我都没有说话，没讲的也不是我，不是我陪你的。不要啦！还是要那先帮他抢猫。先帮他抢猫吧。怎么抢猫？统神好牛，我刚刚小王子各种扭哎、欸，好屌！他妈的，你们技能都乱丢，当各种扭。九个白痴，让你们技能乱丢。底层女警，哎、欸，统神要选角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在想。嘿，葛农出现了。哎呦，哇！北欧战神 ，We're not behind。你们昨天看你们那么想赢哦？难道你不想赢吗？不赢的话，硬汉要改名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响龟，响龟又不是硬汉娱乐的。不是要改什么名？娘炮娱乐哦，他说要改成蹦蛙二。果冻的 FB 不是有说输了要改名？我要改名的排泄，先把那个选他妈盲僧的那个排泄掉。不是开玩笑，是 KYT 啊 ，KYT 讲的。啊，瓜哥上路是不是？阿纪你也是 N 卡，嗯。啊？啊，瓜哥底啊，瓜哥底子功都不用进来哦。他在啊。有啊，他在啊，只是关麦而已。哦，靠背哦。他在实况打水泡吧。应该是。没有，忘记开麦啊。忘记开麦是怎样啊？瓜哥。哎、欸，瓜哥，你看我选的这一只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有啊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要改名叫排泄鱼了，第一个就把你排泄掉了。好好，很棒呢。臭瞎子，捍卫小人。凯、欸、特，你现在第一件装出什么了？还是对面导演是谁啊？哎、欸，顺风风暴鱼人，老板了。哎、欸，逆风哎。逆风无尽，逆风就直接上无尽。他选阿夫是不是想助我、啊？但那个乐色，那屁眼里面有几根毛，真的是。你都知道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三不五时稍微 Q 他一下好不好？不然 W 一下好不好？他刚刚还葛农夫在那边想半天呢、欸。你 W 不是可以赚钱吗？干，加点 W 一下吧。没有啊，我怕嘛。怕啥小啦？我刚刚那一场已经受了那个心理的创伤，我现在很脆弱。我刚刚那一场已经那个差点要教育他一波了，他的我说把那个 Starix 卖掉，然后他不要嘞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哎，阿拉夫上去了那个，好我反蹲，你想我挂机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刚刚完全没点兵啊，我刚刚没有，我只是没有，你先上他，外面他就自动打小兵，大陆好火爆哦，哎靠没有，他都没有闪啊。他作弊哦，他怎么不闪？什么东西啊你？不是他那个稳死的，我预判他闪现后面。要不要那个带他？可以，你 Q 他，然后砍到他外面就好了。对面打野。我还是想叫你。有啊、哦、有、哦。
哇，你们很懂哎，直接搞那个会爆气的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应该跟我的瞎子道歉啊？不是啊，那是这一把你运气好啊。你他妈的，你这人嘴怎么那么硬啊？你快道歉哦，不然瞎子要开瞎喽。祝他一下，祝他就打不了。好，这是免得我约。姚虎神，我跟你讲，姚虎神现在已经是完全开刷状态啊。他第一波双 B 送掉，然后 get 到空气，他一定就直接去刷野。他那个人最注重的就是打野等级，他不可能再跟第二次。还是虎神你在挂机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怎么？他什么东西都给，嘿嘿，还敢选石头人啊？听到吗？有钥匙喽！中路侠，哎、欸，又来了！小品要不见啊！哇，又来了！看我冲他、啊！小品可能靠上啊！他居然没有跑去刷野，说他在达卢斯那个是不是间谍啊？哎、欸，爸爸，爸爸，我有大了，爸爸。没有，我都一直奉献啊。他来，他有没有打？在叫我是不是？对啊。有大，要不要等我吃完再叫龙啊？可以，你慢慢。他现在状况蛮差的，他刚刚在上路，哎、欸，他上路血多少、啊？满的。刚刚那个有咬桶神是，我偷吃龙应该没事吧？我来炒一下。我是觉得其实不用硬吃龙吧。可以啦，反正又蹲在旁边吧。他不可能啊！啊，是啊，你可以吃啊，因为他们没回家。快快快快快！快、欸！他跑过去了，然后我在上路，后槽里面想经过，干他妈！他是不是想啊？我知道他的策略就是先把国栋先带走。他现在说，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国栋住到四只。对，然后等到国栋放亏的时候就赢了。真的耶，他在弄你心态耶，那我吃他蓝。好扯哦，赶快跟他说反一点。你撞不到人的啦，干那个，那肌肉都那么明显。欸小品 TP 要完了，有人在搞啊！有小品蓝卡，干有够烂！小品要喷爆！小品又要被动了吗？对，他在吃兵，他点兵的时候你就找，对，他用掉，对，他用掉也就是对，就这样。对，就算没有狂，就算没狂到也没差。这个破麻猫他妈一直在。凶！还敢控线啊，吉隆东！我爆他头 ，headshot， 嘣 ，headshot， 哎，小伙子又上来了，好、哦，去刷他下，我把下半全部刷掉。我破了他，不是我带下路，喷了一个闪现，然后就不知道在干嘛。哎，顶级打野，哎、你说我吗？对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你看我。我说对面的这一句哦，顶级打野，哎、不是、啊、我带不下路啊，顶级打野他妈开住了，操！我带不下路啊！我说摇桶神，顶级打野、欸。没有，我说口一口说我没帮他。对对对，他们两个在吵架，不用。难道我不知道饼干可以？哇靠！不一定要给你，不一定要给你中路吧？好、啊，国栋随时准备 TP 啊。他在上路、啊，他们啊，我线不好、哦，他们玩的像董神。那你辅助都不买红眼是怎样、啊？我好怕、哦。你有办法打他吗？我打 TP。算了，没魔了。好、啊，那等下一波，我有大绝。哇，他待遇是什么？盖掉了。干，难怪他妈刚刚金融都又往草里面走了。我擦个眼，我擦个眼。你知道呀？那董神是助爽没？顶级打野是助爽没？对啊，你们下路有没有搞头？我现在偷到石头人大绝，下去一波就可以撞到他们飞天了。看状况吧，可以靠哎、欸，因为我要带龙。感觉我把下路点掉，他在这里。加他，直接加他，不要他进，不要他回来。直接讲啊！大家直接把线推掉，塔杀他们的。等下我打个修补，打杀欧拉夫以外人。我就抓小品哦。我跟不到国栋，拉一下拉一下，稍微拉打一下，拉扯一下。对对我回家哦，我回家 TP 回上了。上哦。没有没有，慢慢而已。啊，四个。他下一件出什么？无尽是不是？国破无哎，狂暴利刃无尽是不是啊？狂暴利刃火炮，火炮是不是？大顺风就是狂暴利刃火炮。干嘛？他们不在里面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干你一直住哎、欸，操！又被我逮到了，这家伙拿御四子就想来撞我塔、欸。怎样？国栋一直被捅人住是不是？他就只一直待在上面啊。他就是已经有一个策略，就是打心态的心态战。那基隆都不会演哦，那基隆都那个动作一看就知道他是在上面。你走不掉哦，那我那个。啊。他
他感觉这样，我是不是要去补下路啊？哎，我这波没出现，我兵跟他吃的一样。我是要去补下路。我有鞋子。你可以去补下路一下。好，补不补都可以啊，不补就是亏一波兵了。一下中路爽。都存两个不用，好，你要再用。没有 Q 到 ，sorry。没事没事，他交代。你先推一波兵，中路兵啊！我要带中路，嗯，你就直接用技能，嗯。可以可以。帮他蓝，帮 Nico。啊，要啊要啊！好，我帮他推完。小兵比统神会走位。小兵小兵小兵。我不用跟吧，杀得到吧？可以吧，狗头，我不跟哦，把他顶掉。Yes， 可以了吧？哎呀！不要走！来得了，我这边秒的活动，哇，秒了一个，我再过来了。你先在龙居扎眼，你不用过去了。谁要吃御史还是拿龙啊？我觉得拿龙好一点。你先吃御史者啊。我可以到，我可以到。我刚偷了小饼大姐。那不然就打龙战，不然先打龙战吧。对啊，打完龙再拿御史。你们撤一下，我二十秒复活。我好像跑不过去，这款是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。偷一下。你们自己看。要不要接受一下？接受一下。先待住。让龙回个血，我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十秒。哎，你前面被撞哦，你没有套子。我要打谁啊？金龙东走第一个，你就直接抓他。好，不要让他大开出来。对。不然你开大，他有可能会撞。等一下，我还没进入。哎，要上来了。这也太猛了。等一下。哎，先吃龙好不好？哇，重击错人。没关系，龙有拿到就好。哇，这是。真的照剧本演的，直接抓基隆东。啊，你不是说看到他有的？我说他走第一个的话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他们三个人来揍我，让你们拿到龙，棒棒！我的牺牲是有价值的。好狠了，小品。捍卫小人，基隆东已经消失了。哎，那边人很多啊，光头别去。哎，先不要抓他，先不要抓他，先到我过他大姐。啊，我被你打了。这个真的是来送的。可爱弟跟我跟紧一点，然后点中路，他们不爽。在哪里啊？哦，你在那里。哎、欸，哇，他们不敢打哎、欸。你打不到。哇！啊，凯特琳怎么了？不是啊，我刚刚已经跑到上去了，我已经算了，国栋，幸好国栋很顶，救他，追杀他，虽然还没补之前，哦哟，太顶了吧，瓜哥，欸、我 TP 要传要讲哦，盾套我，来不及，看不到你在哪里，我有放到吗？有，你有放到，可是还是慢一点，毕竟七个月，我不用刚刚太多人了，我看不出来哪里。脑残，脑残！哎，我的脑残好。卖账！哎，再出杀小啊！脑残。推中！哎，你们不要去推中，去推中，你们不要去推中。放他一命，放他一命的啦！放他。把头帅过。让他回家啦！渣男是的。好扯，废男哦！干为什么是我当渣男呢？那你为什么？快推长，快推长，把我都不敢啊！一定是个简写，我好像两个字的简写吧。哇，你真的是刷龟。我出大面具嘛。你装备真好。你这干嘛？出大面具啊？应该是吧。我出了，还是出金人啊？出金人好了。要不要吃？应该要吃八龙。哇！别套我盾吧，我上一点的。哎，后面有啊。好。
哎、欸，可以吧？这个不能反应。他疯狂杀我们的那个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根本就没有，你根本就没有套到，是他自己撞空。有啦，妈有吧？有啦有啦，他有套到。没有没有，他已经撞完才套了。他没套到，他好像是自己空大。他撞空。哎、欸，对，因为你魔盾没掉啊。对啊，他空大。我看他撞，完了。对啊，他没有撞到我、啊。我刚刚看的没有撞到。小梅，撞到你了！对，因为他撞到你，还是他？不是我。没有没有，他上面那个表没有大局，就是没有撞到。就算有魔盾也会显示啊。我还以为我有套到呢。不开心。不是我自己在看我十四角，我怎么？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反应比较快了？紧张啊！哎、欸，怎么我有一只鸟不见了？谁偷的？这只鸟离家出走嘞、欸！哇，飞走了！有人在逼眼呢、欸，瓜哥又在逼眼，好扯！啊，别套好多，挪上一点，挪上一点。来，我帮你折了，帮你折了。没事没事，那个人被我踢走了。哦，小品，我把金塔喽。哎、欸，小妹好可怜哦。哇，这个人真的是真不手软呢、欸，看到那猫咪下来狠狠的射。真的哎、欸，响龟真的很狠呢、欸，干。他说要把他打烂，就响。那是因为小梅拒绝让你去他的房间。才会这么生气。他上次那个 YT 说他没有这个需求。但你已经没打扮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石头六秒，还撞谁呢？杀他杀他杀！来，出来啊！哎、欸，我踢他出来。哇塞，赢了耶！好棒哦！干，你们是很强的是吗？不是，你知道。我干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强的 AD 真的是很。你打开石头人了，我的指王悟空跟丹娜哦。你打这样子啊？这一次的刀片哦 ，IG 下去，然后滔博上来就知道 AD 有多重要了。等一下，先不是重点，先去看一下，这京东打滔博那谁赢了？哎、欸，我们洗个牌，换一个队友试试，自己。